你知道团长很忙吗？他又有鼓，又一堆那个有的没有的乒乓球。然后因为刚好像激烈运动完，马上静下来，要你写书法，基本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我需要冷静一下。而且他今天还戴了一个眼镜。对啊，我有个朋友一看到他说：“哎，陈杰，你又戴你爸爸的眼镜哦。”谁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说。这是我在通化街买的。干嘛这样？Thank you.